你挡一会儿，你挡一会儿。阿弥陀佛，神。这岩雀到底学的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到底学不学技能？你就学个抠得了，抠人呗。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누가 감히 내 능력을 의심하지? 还踩尼玛这么晚开播，你来晚了，还我这么晚开播，我都开播一个小时了你才来，完事你说我才开播。哎呀，一下走。来扣。下鸟。别进塔啊。这小子连药都不吃。别让兵线进塔。这现在要来个岩雀直接越塔，游戏结束。Eat， 哎，抠一下塔。不行，杀不了他。哎，一下基本上就上鸟了，不合适。你确定要害追吗？确定吗？啊！你打野这样玩的？他不能追的，这波我差点就双杀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克烈最后一下拍我，我凯旋没回上来，好像。克烈交没交闪？我们还赚一百块钱呢。然后我把这艾克的节奏还给他断了，正好他死一把。都交了，好的啊。完事一会儿我一上线，我跟克雷一拼，然后正好他闪现我死了，啪给我拍死了。现在说啊，现在没了，然后说现在没了。哟，真没了，真没了，行，插个眼儿的，把眼儿排了，眼儿挺多呀，嗯，眼儿挺多呀，小老弟。差一个兵，这小兵没死。嘿呀，可惜了。不过这波我们不亏。
虽然我死了，但是我们是赚的。考考你们，为什么我们赚了？没错，因为我们还能把他杀了，这就是赚了啊。他这波兵线他得推吧，呀这人有传送啊，干嘛呀，一层吧，一层刚好我到呀，两层啊，我们现在还比他多，哎不多不多，他吃了我两层塔皮，杀，哇漂亮啊潘森，算了，我以为潘森都必死了呢，刚才我都想跑了你知道吗，突然之间潘森把艾克给杀了，这边打完峡谷把克烈杀了，打吧，我去上楼把他杀了，等啊，这波兵等着，真菜呀，闪现换闪现，大招换大招，哎呀有点亏呀，这没杀了，这他妈的也能没死啊，哎呦我吐了，他这是还回了点血呢，刚才好像是四十几滴血，我看都血皮儿了都。运气有点好的。
有点打不动了，这波拼不过了，等一下啊，回趟家出个小冰锤，小龙我去不了，这颗烈指定去支援，我们把他塔皮全吃了啊，说句实话这波小龙就不应该去，你说去他干啥呀，不过还行，我把一塔拿了。OK， 我们三项开始拯救我们的队友，回家。这波我有闪有大，我看看到底去哪路啊，我感觉这潘森玩的还不错，你自己拿吧，别让他们看见我，杀一个先回家，六百把塔拆了，把布甲还给做了啊，他们家 AD 伤害有点高，这火蓝到底在干嘛，这野区也没法去呀，这人是真他妈的还给了个加血，他又剩一身血，我吐了，真的。我没有一闪，我一闪现 A， 我一技能伤害打出来了。先去打个红的，你现在这野区这齐亚娜杀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见面就杀，
克烈也没压住。小龙嘞，小龙也不好打呀，关键是。你看现在中单基本上就是见着就杀，手高地了，换一个，还行，高地没掉，拿一条小龙也还可以接受吧，可以接受。那奥比亚马上边还把闪用了，我们还把他杀了。针眼儿也没有。你看你也顶不住人送啊，那你是咋整啊，这他妈可咋办呢，可怎么办。就杀这个，哎，又剩一身血，慢慢换吧，跟他们也没事，换吧。等什么时候死亡之舞给我换出来了，可能就行了。对面也不打龙，他妈不打龙拉倒，我这么长时间没见到过这个齐亚娜，哎，我都没有地方吃钱，真的。你还出三项呢，你说你这种角你不赶紧出兵权，还出三项，本身就脆，这是一波机会，这不是一波机会。
那齐亚娜的一波机会。哎呦！我操！这分裂从左边来了。我要不死就好了，这波真烦，简直有点烦。这波要不死，我们一活出来收割一波，一打大龙，拿完大龙拿小龙，死亡之我一除无敌了。全是人，这就不能去了，我们往左来呀，先把那河蟹打了，别让对面打大龙。快跑啊，快跑啊，快跑啊。高地肯定是没了，这波看我们的了，兄弟们。让他们推。来打大龙去了。哎呀，队友死光了，艾克也剩一身血，你给我扣死他。真面呢，真是面呢。那克烈不知不觉杀了十个了，你这你费劲巴拉杀了六个，人家杀十个，你想想杀了十个。950，这个龙可动不得呀，兄弟们呐，可动不得呀，这个龙动了我们全得死，千万别动啊，最好是打人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波3打5，
把他给我杀了，两个全图流，一个一个杀，对，一个一个杀，杀他们家就一个一个杀。这个头 K 其实无所谓 ，K 就 K 吧，没关系。你们家打野不在，你们敢打龙啊？小龙，快快快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！哎，这对面是吵架了吗？为什么这么打呀？他们家还行，哎呀，没打死。换了也不合适，能把露露杀了不？笨死了！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打不过了。我们光杀那一个人没用，杀了他们也赢不了。太菜了，兄弟们，五连菜了啊，五连菜了，太菜了，有点过分了，说实话有点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？695996，695996。